太可怕了，我得加固这个阳台门。我不信你能穿过这么大的火进来。石门我全部砌上。狗子的不锈钢盆肯定很好用。幸好这墙的砖多。地毯应该也可以。我放的屁应该不是特别臭吧。我直接叫一个忍者来不过分吧。木门是最传统的了。方便面哪里都能补，门自然也能。终于不用怕了。Mình đang xem kênh BGM Zazazaz.